各位江长明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接受了房管家张玉成点名泼水失身的挑战，哦，啊，大家看着我的水桶比他大，我还加冰，那来加冰，好，真材实料，我要捐，我为了南回医院，我要捐10000块，10000块，我现在要点名的是发起人黄佩瑜，黄佩瑜小姐，你必须在24小时内回应。第二个是爱地球第一名，也是协助我开撞球场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我亲大哥江世轩。第三个就是带我进入旅馆领域的温同昌温总。好，你们准备接招吧。好，看着哦。咦，哇，好重啊！超真！Oh my god！